市新冠肺炎新发病例有关情况通报：6月12日16时至24时，我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。近日，我市已连续发现多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除昨日通报的1例病例刘某某有出京史外，其余6例近2周无出京史、无境外人员、湖北人员接触史。经流行病学调查，这些病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。经初步判断，这些病例可能接触了市场中污染的环境，或接触到了被感染的人员而传染发病，后续不排除出现续发病例的可能。为此，关闭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完全必要，有关溯源工作还在进一步进行中。